有缘分，有这么大的福报，遇到佛法了，遇到佛法了，最大的一个愿望，这一生去做佛，你才真正解决问题啊！啊，佛是什么呢？佛是个明白人，你把宇宙人生真相全都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 一丝毫的差误都没有，这个人就叫佛。啊，佛是个通达明白人。啊，这值，这是值得的啊。啊，真的是达到究竟圆满了。所以幸愿行是修学净土法门三个决定性的条件。 啊，反，啊，这个和这个这个这个居租这三个条件呢，那都是经中学人啊，取得这个经中学人。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，嗯，信为。 信生佛不二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众生念佛，定得往生，就近成佛。这叫信啊。欧耶大师在《要解》里面，他讲六个信。啊，第一个信自己，此第二讲信自己。 众生跟佛是一，不是二啊！要相信这个，相信自己本来是佛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啊！你怎么成不了佛呢？啊，成不了佛，是我们自己业障太重。 业障里头最重的、最难突破的，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我们得认真去反省自己有没有啊？如果这五个字通通都有。 八万四千法门肯定没分。尽宗法门也不能往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有这五种烦恼，你的幸运行不坚实。有没有？好像有，若有若无。 啊，你敌不过烦恼习气啊。从什么地方去观察呢？从生活当中，从工作、待人接物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他没放下了。啊，我们用经典的标准，三界八十八平见户。 这是首先要断的，断掉正虚脱还苦。啊！在华严经上的戒位。是粗性味的菩萨啊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严重的身界执着这个身是自己啊？ 不是自他不二啊，自他决定是二，哪有不二的啊？啊，这一关破不了，后面全都破不了，这是第一个关口。啊，第二个关口对立，第三个关口成见。 啊，执着自己的见解是对的，自己一定比别人高明，一点谦虚恭敬的意思都没有，这怎么办？印光大师告诉我们：，你要学佛，佛用什么是是是什么东西去学学习呢？用恭敬。 一份沉净得一份利益，二分沉净得二分利益，啊，十分沉净得十分利益。什么叫沉沉是清净心啊，一念不生呢？那叫沉那个念是邪念，一念不生，这是沉 臣是真诚心的，真诚心流露出来的，自然就是敬，敬人，敬四敬五。啊，这个敬一般讲讲，认真负责。 啊，对人，首先晓得人跟人的关系。啊，为什么知道关系？晓得这个臣怎么做法。啊，父子的关系要尽孝，君臣的关系要尽忠，朋友的关系要尽信。 总而言之，就是一个孝。啊，孝用在父子关系，叫父慈子孝啊；啊，用在君臣关系，君仁臣忠啊。啊，你就懂得怎样去做了。啊，关系是道。 随、啊、顺道的行为，那就是得了，叫道德了。啊，你不了解关系啊！现在人真不了解呀、啊，这不是假的，你不能怪他了，从小没人教啊。啊，长大已经养成习惯了。 不容易改啊！古人所谓“江山易改呀，本性难移呀”，那个是习性，他不是本性，习性难移啊！不能怪他。世尊在这个经上非常慈悲的教诫我们啊，所有做错事情都不可以责怪。 啊，一定要知道他的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余者，没教他，他父母没教他，祖父母没教他，曾祖父母也没教他。我们往上数至少四代，啊，我们疏忽，丢掉中国传统的这个道德的教学。 四代了，你怎么可以怪他啊？所以只有用怜悯心、同情心去帮助他，啊，帮助他，他不会感激你，甚至于还怨恨你，啊，你找他麻烦，啊，明白人要忍耐呀、啊，你不忍。 他没有机会回头啊！等他回头之后，他会非常感激你啊，知道过去那些行为啊是对不起你的。你真的是爱护他，真的是帮助他啊！肯定人性本善，肯定人会回头。回头又难易有人这一生回不了头，来世。 佛陀教化众生，生生世世，啊，不舍一人，这慈悲到了极处啊！啊，不在一时啊，不在一时啊，这非常了不起啊！只要跟佛接触。都种了佛的种子，这肯定这一粒二根，永为道中。 啊，你听到一句佛号，听到一句经文，不管懂不懂，这个根种子种下去了。啊，看见佛像，看见佛经，看见出家人，佛的种子也种下去了。啊，但是还没有形成气。啊，气是真能接受了。